咧？嚟啊！咁化工俾人系冇？嚟两百个俾就可以叫我哋喎，咁高冇啦，一步步啊，得啦。两百个两咩字系冇？花枝丸、猪头、米灰哥，啊，冇帮我收者阿边，来。诶，我话恁人家报告者吼，恁有个人家，比如讲我飞机员，恁买买过人家，你先试者看卖敢好。咱咧老品牌啊，保证有飞机的啦，你卖考虑啦，好不好？一百上面只100块，一百块你试者看嘛，100块，一百就好啊。来回票，一百个太保险了，一百个要吃无？花枝丸。好啦，阿伯这边多少钱？来，谢谢阿伯。最后一个一百上面啊。无啊，那个来啊，收钱啊。来啊，我到这边，我给一百块去房间。来。你看我还有事。听得到。好了。来，好，拢有啊，我来画模啊，好，我给了你哦。来，来这鳗鱼哦，比较老了。这哦，来，下个迄个花枝树上的这种模啊，我画画，人家欢喜些。这物件，啊，有，我是来画。这鳗鱼这我行是只才600，九中路遐就有一行啊，阮家己九中路规条拢海产。600加600或者，我招两个人客，招三个人客，唔免千二啊，1000块上面只鳗鱼1000块了啊，1000块了，1000块，1000了啊，1000块，唔免哦，你开1000啊，还无紧好啊啦，好不好？四个人客了啊，你也是开我嘛，大概二了啊，600了，600块了啊，600块鳗鱼600块啊，600了啊，600块，600块上面只鳗鱼，够捞伊，那我这条先包，那条我先切了了，600，切600，无啊啦。1000块你还是要1000块啊？啊，改几条？搁2条啊？安尼有，安尼有够。最后一个400上面也无啊？有啊，600来。最后一个400上面鳗鱼拢无啊？400块。最后一个400头前要咩啊？帅哥。来，你注意好。来。来，迄个，来，这上面我搁，来，冰卷的当加我袂卖啦，冰卷啦。上海底种冰泉啊，伫个下底上海底，即种个上海底。哎呀，这我上互你食好无？你个我袂食好无？我袂食，哎，对，我袂食，拢无袂。来，哎，你有要食这无？你要食啥物口味？你家己呛声啊！你要食啥物口味？你家己呛声。这内底有块番薯个，这蜜蜂个，啊，这红豆个，啊，啊，这芝麻，啊，你要对方拢会当。这100免500，免400，啊，你先摕钱个先赢。150块要啥物口味拢会当，100块。来只波呀！地瓜，哎，要不要吗？阿明，阿伯叫伊去啊！你推车上来陪啦。哦，谢谢。好嘞，走。这造型八个人咩啊？8个在做好起来哦。150个咩啊？无。谢谢，可以用好啊，阿姐，可以用好啊，谢谢你啊。好来，来，哎，我搁做些物件还袂好啊呢，讲真正呢。也是坐到那山嘞，来，啊有人要食这无？这我上互恁落啊，恁要食这钱个啊，紧来落啊吼，这上互恁食落啊，这啊，伊这叫花枝风味牌，伊这特别用煎的落啊，酥酥啊，糯糯啊，方方啊，真好食吼。这一盒只要500几啊个，啊这两盒只要500，啊一瓶4个人个，啊这你免考虑，你先给钱先拿100了，来100块落啊，来花枝风味虾排做好食啊，100块100块，100块落啊100块，来100了，好啦。100块，两要吃啊？无100块，好，你搞分了。100了，来，100块，两要吃啊？无，最后两个尔拢无啊，这上好食，上少，这免考虑啊，真正。100块，最后一个100块，这个是我真蛮好的。你讲卖会离啊？无，下后边是吃嘛？拜托，哎，大，卡，你今日走来啊？下后边卖动着卡咯。最后这100要来无？没有了。毛鬼，谢谢帅哥，感谢你的支持。好，谢谢，来。阿爸王个企业，看咧，阿爸王，吼，我这个是卖只，甲你卖阿爸，其实佫做侪物件袂卖，吼，来，等下细只刷你，等便宜卖啦，吼，细只多少钱？等下我也卖，吼，等下我再先甲偷掉，啊，这种袂我卖啊，来，靠，还佫袂记有一支，哎，阿明，冲过，冲过，一只冲过了，拢免穿，大，你等下，我叫人来摸落啊，你先摸去，叫，我叫人过，阿明冲过，阿紧嘞，阿明有过无？有啊。冲哪边有？你是要冲哪边啊？冲哪边？过去啊！哇，好。
叫我看。无啊。来，你要食这个葱抓饼，你自己啊，紧来啦！这上熟上好食啊，这一包八块啦。这等下你要煎哦，煎煎咧，卡一下两块落啊。这三百二啊，我要这八块汤的哦，一百落啊，一百块，一百五落一百块，上好食啊，一百块落。一百落一百块，几个？一百个有人要食无？葱抓饼啊？有啊哈。阿哥咧，别个个。好，一个就这个带过来。来，阿姐话你讲哦。迄天食了肥肥有开销，伊有食到这个物件，伊饿了敢真正会达志啊！这我真正无爱好笑的，这我无爱好笑的。啊，我安讲哦，你要食这个钱啊，其实紧的哦，你钱啊，也是我拢无可能白带去看地的。来，我来讲哦，我知影，我是你后壁啊，我是你的。来，收听这家新闻，叫后壁留起，今日你后壁来回答。食了肥肥，迄天特别卡着，甲我讲一包啊，讲一包要求我食连连某都饿了，包。传香赤小腿，这等下你行哦，是啥物叫传香赤小腿？就是一支鸡翅啊，做大鸡，后边一支鸡腿，这规包拢一支鸡腿哦。这等下吼，你只要甲行哦，因为这是规包拢全熟的。这间公司是叫调味调到非常。我上次你拢冇听过，这一包总计和你行咧过来等，这一包唔免五百哦，嘛免四百。这个面啊，我简单讲哦，伊就是俗个好食啦吼。这北方就是有伊的品牌，伊的品质滴个。啊，所以吼，你甲买当行看卖，甲行哦，小煎哦，小安尼就好食。煎两三四五六七个人去，这拢无啊嘛。你先客钱个先苗，两百了，来两百块。传香赤小腿两百块了，行哦，小俩无眉无角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了，来两百块了，两百块，稍等一下，来两百块要食啊，两百块。有啊吼，谢谢，来感谢您吼，啊我甲。来，谢谢你们哦。来，来啊！迄个阿姐，恁敢要食这個？有啊，没错。这就是适合热天的食的物件吼，这是适合夏天在吃。这就是人咧讲的冰卷，叫啥冰卷？不哦，这个礼拜这退冰吃起来哦，这退冰吃起来五味白醋哇，这冰棍哦，哦，你要食冰棍啊？那个你钱啊，其他叫来，这一工一箱了。这个啊，为个冰柱揢落，甲你切一个五味，甲用一个阿伯尔啦。这直接切落几啊五啦，啊剩几啊五加几啊五啊？对。来，我招两个人客，招三个人客，招四个人客，迄是啥物？招五个人客。这两只冰更装起，我唔免互你开五百，开四百，我唔免互你听好哦。好嘞，确定一箱尔吗？两百一十。来，啊这玻璃哦，大点钱，大钱，啊我做一台好不？我袂恁硬夹啊就好啊，恁家己当面切啊就好啦，好不好？来，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。我全部招五个人家，一半拢你的，唔免一千啊，开八百六百，我拢唔免啦。先客钱的先苗，三百了，来三百块啦。冰棍三百块，切切来当食，三百了啊，来三百块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三百了啊，来谢谢。我一人去后边全部我倒嘅，叫去倒。看你个价啦。来，啥物？你有人要食白带鱼无？卖完了，刚刚卖完了。啊？怕你吃就没了，怕你的钱包收掉。那个要买，现在要直播跟我讲一下。干杯上面写啊，一千六啊，一千块。要吃干杯啊？我上次买一千块，这一包半公斤八百，这两包千六啊，啊免千六啊，一千六啊。我这包搁送你啊，带来一个一包给你。这包内底底干杯多，足两公斤啊。啊你先给钱，这包卖袂搁送你。一千块上面写一千块，干杯，一千六啊，一千块。一千落啊，拢有啊，唔捌买过试食，我买四百块落啊。来一个。四百块你试食，我买四百。唔捌买过干贝，四百块试食，我干贝大粒个顶，四百落啊，拢有啊吗？都有落，来啊，先收起来。来，这卖下车。来，啊，这你有过一下，啊，你后边搁有迄头无？搁啊，同学，后边敢搁有台啊？啊，几包票啊？上面食这个啦，来啊，无做一届来啊。全部做一个来哦，一百楼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上面就有一档，一百楼啊，一百块，一百块了，一百块，一百来个倒底底好不好？一百楼，再过你啊，再过你啊，奖送，送到没啊？一百楼啊，一百块，再过来啊，再过来啊，一百楼，翻来你几页？来一百楼，等下先收收。哇，翻来你几？阿成你几页？一百楼。一百块，人要食鱼汤的无？一个啊，我两个。一百块了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稍稍来，慢到我贵个。好好，我做中波，我做中波。
好，我来了。有只房子的阿姨。一百个人要吃鱼汤啊，紧好啊！一百个人要吃哦，一百块。我来头一个阿婶。我来啊！来包起来哇，阿平，那个阿龙阿豪啊。我来倒了，多少人？有啊，要不动嘞，一百了，大大倒了。啊，多少人讲要吃鸡块哦？鸡块我真爱买，哎，叫阿豪把鸡块全部给啦。全部要全部，做一百片袂着，一百拢有啊吗？有我就等下花啊。来，包来。来，哎，我会当这个先卖无？这个白带我先卖好无？够人要食这個？这大块白带，想要食做一百来哦，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，来三百，上面食白带也三百块。白带以上面食三百了，这样打折的了啊，三百块，三百块了啊，三百了。这款一块就超过三百啦。啊！你搞买三百，我才卖袂了，搁三百块啊！三百块大只个啊！来三百块，人要吃啊，三百块。白带是三百块，要吃无？三百块，我搁招一个人过好无？这用真个真正够甜个啦，三百块了，三百块。三百了，三百块人要吃白带，反正白带毛啊，我要甲收起。啊，无去退平个。三百块人要吃白带鱼无？我要六只落我落去，结果你啊，三百拢有啊吗？多谢。来谢谢，你真正我白带，大家买大家有落哦，三百了啊，三百块还有要吃吗？反正。拢有啊啦吼，来飞过去来，来，金龙山，再过来，再过来，三百，来多少个？好啦，啊，那边包毛少些，这里我也在包毛，啊，包砍砍毛，你拢一定要砍我面哦，给他退兵，来，啊，我买一箱黄金蝶鱼，走，啊个皇家鱼块，来，阿成咱来卖这，这也转过来人家你点嘛吼，你过来人家你点，啊手就抬下我。